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我是爱心小爱，照明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漂流记上，佳琪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奶奶。好，开始做月饼。首先倒入糖浆，再放入花生油和一些调料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搅拌。对呀。哎呦，奶奶。做月饼好难，不怕，有奶奶教你。奶奶以前可是月饼店的老师傅。嗯，妈妈今天还要在邮船码头售票，我要做莲蓉月饼送给她，还要请轮船公司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品尝。加入咸蛋黄，你妈妈肯定更喜欢。最后再裹上做好的面粉饼皮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拿出月饼模具，给月饼盖上漂亮的花纹。啊，糟糕，不见了，家里的模具莫非被你爷爷给丢了？现在订月饼模具也来不及了。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飞侠帮忙。佳琪，今天我要去哪里派送包裹呢？中国广州的佳琪打来电话，需要你给他送一份紧急包裹。哇，是广州塔，还有花城广场，广州灯光秀真的很好看。乐迪，你的记性很不错哦，赶紧出发吧。佳琪就差他来完成月饼。出发。你好啊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嘿，太好了，好漂亮的月饼模具。这兔子真可爱，你是在做月饼吗？中国的月饼有很多种，这是其中一种。广式月饼，中秋节大家都会吃月饼的，月饼还有很多口味，五仁、双黄莲蓉、豆沙。哦，为什么在中秋节大家要吃月饼呢？嗯，让奶奶来告诉你吧。在中国，农历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，那是在秋季的中间，八月十五的月亮是又大又圆。八月十五是中秋佳节，晚上全家围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，于是月饼也叫团圆饼。我懂了，所以在中秋节吃月饼就是庆祝团圆。哇，这是你画的吗？画得太好了。不，这才是我画的。啊，这是你的妈妈？对，他是珠江夜游的售票员。哇，他中秋节还在上班，
因为好多家庭会做游船夜游助教。啊？嘿嘿，月饼做好了。哇！我要带月饼去码头和妈妈庆祝中秋节啦！耶！哇，那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珠江夜游的游船。哦，好漂亮啊！这夜景也太美了吧！我们快去找妈妈。哇，它好酷啊！我们快去找妈妈合影。小心！掉到游船上了。让我们到桥对面看看。啊，桥那么大，怎么过去？别担心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那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佳琪做好的月饼要去送给她的妈妈，可是月饼掉到了游船上。要从游船上找回月饼。让我看看，谁能够帮忙呢？哎，包警长，他最擅长寻找失踪的东西。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，都在我掌控。准备好了。是包警长。啊，这下有办法了。我是包警长，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我。包警长，你能帮我从一条很特别的游船上找回月饼吗？让我们马上开始调查。啊，果然有条很特别的游船。走吧，我们快跟上去吧。佳琪，你得跟紧乐迪，奶奶在妈妈那里等你。好的，奶奶。乐迪，我们快追上包警长。包警长，游船在后面呢，我们跑过了。没有过，要上游船我们得先买票。小猴，小猴跑哪儿去了？哦，啊，中秋节的月亮好漂亮呀。小猴，动物园这头小猴找到了。小猴别跑了。包警长，月饼装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月饼盒里。定点，形状是四四方方的盒子，四四方方的纸巾盒，啊不是，四四方方的礼物盒，不是，四四方方的月饼盒，哎，是那个吗？我的月饼。等一下，月饼是我的。小猴子跑到船外了，我们快去拦住他。咦，小猴跑哪儿去了？小猴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很抱歉，你。小猴跑到桥顶上了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吓到猴子。小心！
谢你，包警长。不客气。你想不想要这个呀？那先给我月饼。太好了，拿回月饼了。那我们快点把月饼拿去码头送给你妈妈吧。嗯，中秋节快乐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。妈妈啊，佳琪，妈妈，这是我做的月饼，中秋快乐。我的女儿真棒。小猴啊，你跑去哪里了？动物园园长在到处找你呢，我带你回去吧。小猴刚才带我们一起去珠江夜游了。船长，我们一起来吃月饼吧。好啊。哇，真棒，中秋节大家都团圆了。我们也该回去团圆了。勇闯天下，超级飞翔。